因为礼拜四是感恩节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有一些要感谢的，然后我就想一想，这个歌里面好像有一些刚好是可以，跟各位分享，我就给今天取做一个，感恩节的一个诗歌见证，然后是姐妹会的。那我觉得我要先感谢的，当然就是感谢神，所以我要先唱的第一首是。我在2019年11月28日，写的感恩节快乐。我爱我的救主耶稣，我爱我的救主耶稣，我爱我的救主耶稣。我爱我的救主，感谢耶稣赦免我罪，感谢耶稣赦免我罪，感谢耶稣赦免我罪。感谢耶稣赦罪，天堂大门为我打开，天堂大门为我打开，天堂大门为我打开，天堂门为我开。第二首歌，谢谢。第二首歌是为台湾人也为华人的，在中秋节的时候，所以我希望在中秋节的时候，华人听了这首歌的时候，会知道神是创造的，也是审判的神。你安置月亮为定界里，日头自知沉落，他造月亮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日头要变回夜寒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。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。下一首歌是，这是为所有的宣教士，感谢所有的宣教士，也求神就是用这首歌，我们在心里纪念他们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他的爱流传万方，他拯救何其宝贵，从东从西从南到北，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为一，像云彩般见证他名，万国万民万邦万族都归于他，无论红黄黑白中，传福音的人的脚踪何等佳美，我真感谢神借耶稣拯救了我。下一首是纪念宣教士没有在我们当中的，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的，求神祝福他们。
亲爱的忠心良善我仆人，天上我已为你们预备，福音的教宗也在台湾，35年好像在昨日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，臣服心居让爱永流传，打了山顶尽力回，再次纪念荣耀归主名。下一首是为华人在清明节的时候为华人写的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拜什么，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拜什么。我应当祭拜谁，从小不明白，只是照着做却不明白，给他爱吃的食物烧钱给他，他似乎被搁在深处，他真的有能力吗？他如何能保佑我人死去哪里？人死了会变什么？耶稣基督胜死亡，胜过魔鬼，胜过罪恶，他是创造万物，也是将来审判的，他是唯一完美的，除去世人罪孽生的羔羊，才他来的神是万灵之父，人的去处都在他手中，我应当敬拜他，应当信靠他。最后一首，这首是在2019年的8月2日，也是我先生的大姐夫的告别式。他们用的是拜拜的仪式，在那个场合里面，就是有很多爱哭的，没有盼望，很绝望的，然后他们用的那个方式就是不是神喜悦的，那他们去哪里也是我觉得很难过。所以我在那个告别式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说，但是我冲出去，然后我就跟那个主持的人说，我可不可以唱这首歌。甚至我大姑我也没有跟他讲，因为他们是拜拜的人。然后主持的人他有一点皱眉头，然后有一点很为难，我突然间这样子呢，后来他想一想说好，然后呢他还说要给我麦克风，然后把那个背景那一些嗯哦哦的奇怪的声音就帮我关掉。然后这是台语的，所以我可能要先说明一下，这个写的是说这个我的大姑的先生，就是大姐夫，我先生的大姐夫的那个时间是主所安排的时间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但是在神有永活的盼望，那他会安慰，然后你不要哭也不要悲伤，不要一直流眼泪，然后说复活的耶稣他爱世间的人，因为他是永活的大主宰，然后这里也说他在天上已经预备很好的地方要等我们去，在那里也没有痛苦，也没有病痛，也没有罪恶，所以我们要靠耶稣把我们的罪恶洗干净，然后跟他一起真是喜乐，然后他有活命的盼望，复活的盼望，
因为他们都是比较长辈，所以台语的人比较多，我是用台语唱。这是主所定的时刻，咱今人无法度，总是在伊有活命的恩望，伊有恩望，伊安慰，唔通哭，唔通悲伤，流目屎，搁我也所听世间人。伊是阳光大主宰，伊伫天顶已经伫办好所在，等咱去，伫遐拢无艰苦悲痛，也拢无罪恶。靠耶稣赦罪恶，甘伊道顶真喜乐，伊有我命的恩望，搁我的恩望。感谢神，